对，超级女神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真的是哈，从这个二姐身上学到了很多。对对，所以希望这个能把这个学以致用啦，让这个自己呢变成一个更厉害的中流砥柱喽。啊，一定会，一定会。不过呢，许福凯当然是这个场子越唱越大呢，当然压力也相对越来越大。嗯，我听说你放松压力的方法非常的有味道。对，味道很重，而且非常的没有束缚。没有束缚。对，你都是什么样的方式放松自己？就是如果真的压力很大，我就是一回到家，然后把衣服脱光光，然后就直接进浴室，然后就坐在马桶上面，然后把我的电脑就放在前面，然后开始听歌，然后就坐就坐两三个小时这样子。所以你家的北极兽是你个人的专属行动办公室？对，所以有时候我妈她要上厕所都跟我说，你紧的好不？你紧出来啊！我喜欢本兽啊！我讲好啦，你个蛋王子嘞！因为我想在里面就是听歌呢，构思这样子。真的哦，啊，你是会在里面是构思久了之后，顺便就是一气呵成完成吗？一气呵成，就是也连碰头这样洗一洗洗，然后上下都一起完成这样子。全部都完成。哇，也算是另外一种蛮节能、蛮环保的方法哦。对，两三个小时。也是哦，但是两三个小时大家都会关心你的菊花。之前是有一些病变。真的啦，哎，讲吗？我觉得无所谓，因为每个人都还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啊。对啊，真的不能坐太久。对，你要坐可以啦，可是你半个小时起来，你就肯定要运动一下这样子。那你就要改变你的方式啊。可是我一坐，我就会很忘我啊。一直听歌，一直听歌啊！是哦，对，所以那个我们有今天我帮你送上一个道具的，希望你可以好好保护一下那个小富凯，好，好不好？小菊花，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让他头好壮壮。那我们再往前送礼，恭喜许富凯获得高级点刺马桶座。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有多开心吗？我最近很想要买免治马桶。你是发自内心的欢笑吗？对，因为我每次去上厕所，我都跟我的经纪人说，麻烦你一定要准备湿纸巾。哦，对对，照顾一下，因为我现在可以直接冲屁屁了。我先做一下，我觉得这个赛体验一下。哎呀，哎呦，哇，好适合你哦。登上卫冕者宝座，我觉得非常的舒服，这样真的哦，对，哇，很舒服吗？它会喷水吗？应该会哦。现在有水吗？哦，现在没有水，这应该也算是这个徐焕个人的专使王座哈，专使的王座，这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吗？那我，你摆几个 pose 好不好？年底，所以呢就送上了这个免治马桶，一方面呢酝酿灵感之余呢，也要这个注意照顾自己的身体 ，OK。好，毕竟歌王的未来上半身下半身我们都很关心，也希望这个小菊花一切平安。好的 ，OK。在5月7号，星期六晚上7点，在高雄巨蛋，这是我的青春少女梦的演唱会。是，然后呢，全台湾的这个便利商店也都可以购买得到。是的，所以呢，希望这个。老实说啦，要不要这个利用这时候呢，再来感谢一下所有的歌迷朋友？真的就站上高雄巨蛋是第一人哦。我很谢谢这一些粉丝朋友，不管是说外面的活动，然后不管是刮风下雨，他们都到场来给我加油。然后最主要是在去年演唱会，我看到了很多的一些长辈、阿公阿妈拄着拐杖来看我演唱会，我觉得。那是最美的画面，然后对我来说，这也是个责任，对，可以唱这一些台语歌曲给他们这些长辈听，是我的荣幸。然后我也希望借由我的声音，可以把这些台语歌慢慢的发扬光大，传出去。而且呢，去年这个台北场你哭了3次嘛。嘿啊，高雄场不打算破纪录，挑战个人巅峰。我买个烤啊，就跳没，我很多庆光。不管怎么样呢，是个真情流露的徐福凯，我们就祝福你高雄巨蛋演唱会一切顺利成功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